生命短暂，但却名留青史。他的名字就叫开拓者。他是为了留下什么而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认为自己可以做些什么？引领庆尚大学悠久的历史，开拓未来的精神，用不断的挑战和开拓精神，创造了一条前所未有的大路。用先进的思想和快速的步伐，培养时代所需人才的大学。这就是在庆南堂堂正正与世界竞争的 Active GNU 庆尚大学。세상에없던새로움이시작되는곳경상대학교에서제연구도깊어지고있습니다세계최초라는타이틀도좋죠하지만제연구성과가치매환자에게희망이된다는것그게저에겐더큰보람이에요丰富人类生活的金名誉的路在庆尚大学开拓庆尚大学拥有嘉佐、七研和统营等三个大型校区和产学协同研究园区在主要产业园区的中心培养引领韩国和世界产业创造性的开拓人才与研究同行的庆尚大学的开拓历史堂堂正正与世界竞争的力量就是优秀的教授团队通过大型国策事业不断创造出独创性意义深远的研究成果的大学在与革新融合的时代画风前我们的道路与未来贯通拥有世界研究力量的三大专业化领域生命科学航空机械系统领域纳米新材料领域书写首个和最高纪录进一步引领人类生活创造全新价值我们的研究成果通过产学合作与世界连通它是代表庆南的据点国立大学为地区发展做出贡献的大学与大学和地区共同发展的未来属于庆尚大学세계와당당히경쟁하는힘을키우는곳경상대학교에서제꿈은시작되었습니다4년이라는시간동안즐겁게또열심히공부하다보니어느새세계가제무대가되었네요柳毅斌实现梦想的道路在庆尚大学开拓培养创造性人才的摇篮人文学院培养引领社会的领袖社会科学学院培养实际业务型专业人才自然科学学院培养领导世界的开拓人才经营学院
用创造性技术开拓新未来，工程学院。韩国农业生命科学研究的中心，农业生命科学学院。培养温暖冷静的理性人才，法学学院。培养具备人性和实力的中学老师的摇篮，师范学院。培养釜山、蔚山、庆南唯一的感性兽医，兽医科学院。追求完美，成为真正的医科专业医师，医科学院。治愈心灵，守护健康世界，护理学院。拥抱热情，奔向广阔的蓝海战略，海洋科学学院。培养世界水准的研究药师，药学学院。并且十所研究生院连续六年被评为教育力量强化事业。牢固学生们的基础学历，提高学业效率。教授们研究先进的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另外，从入学到毕业，运营系统有效地商谈教学，确保教授和学生之间最佳的师生关系，提高教育质量和大学生活的满意度。在浓厚的读书氛围下，提问、思考、讨论、自我解决问题的人才，跨越地区社会，为地球村的幸福做贡献，内心温暖的人才。对学问知识具备正确的人生观，一无所有。庆尚大学通过人性礼节教育，培养兼备礼、智、学的人才。庆尚大学培养出来的110,000学子，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中都取得了巨大成果，引领时代前进。登记费是普通私立大学的一半，91%的学生获得奖学金优惠。运营与教育部、雇佣劳动部有关的就业发展方向教育和人才开发院就业项目。另外，为了实现产学合作和就业，还与企业共同运营教育项目和合同学科，实现每一位学生的梦想。세계적수준의배움이있는곳경상대학교정말좋은선택이었어요저를도와주는한국인버디덕에한국문화에완전히적응하고한국어에도자신감이생겼어요与韩国相遇的伊斯拉摩夫的道路在庆尚大学开拓，把世界融为一体的开拓者的力量。庆尚大学融于世界，世界融于庆尚大学。对内，通过韩国首次运营的 English Only Zone 项目，跨越语言障碍。对外，通过海外探访、交换学生、语言进修，培养国际感。大约有430多名外国留学生在庆尚大学学习专业知识和韩国文化。外国留学生和在校生通过一对一的互助交流，理解新文化，培养沟通能力，获得综合效果。与世界堂堂正正竞争的 Active GNU，在世界展现无限可能性和潜在力。교육연구봉사산학협력에서대한민국을넘어세계와당당히경쟁하는경상대학교어려운것에도전하고새로운것을창조하는개척정신이살아숨쉬는경상대학교에서여러분의꿈을이루어가시기바랍니다不止步于现在，开拓未来。
不满足于个人的成功，而是追求所有人的幸福。庆尚南道最高端、最大气的国立大学——庆尚大学。大韩民国的明天，由庆尚大学来开拓。New Frontier Active GNU 庆尚大学。